开枪靠腿跺枪踏步动作剪辑画一，三军乐仪队表演操倒数登场，内部曝光训练紧锣密鼓。即便飞机飞过又没有配乐，一对弟兄依旧表现出色，这是今年的国庆亮点，静默枪法全靠彼此间的默契、节奏和专注力。我们一开始训练的时候是都用节拍器，节拍器律定一个枪法动数，让我们各军在驻地训练的时候会依照主训单位所安排的枪法动数下去加以演练，每天上空都会有航班的飞行飞过，对我们来讲不是问题。国军联合乐队将以磅礴浩荡的声势，展现全民捍卫国土的决心。震撼力十足的还有乐队演奏，不仅融入今年国军联合乐队自创曲，还改编任贤齐的《永不退缩》，队形上也有变化。除了以往原本的那个对称的双十之外，我们还加了外双十跟内双十，然后会有比较立体的效果感。乐仪队加强训练，就是要在国庆大典上完美展现国军气势。如今国庆的主视觉也曝光。多色凝聚线段象征多元族群和各地不同声音。另外，国庆大会今年规划三阶段活动，座位数还比去年的6000多出许多，改增加到1000个。我们提出所土为国，你我同行，与全国人民及侨胞共勉。除了台北的国庆大会外，晚会是办在桃园，烟火活动则是在嘉义，一连串活动要让双十国庆更加亮眼。三立新闻周国颖、蔡俊奇台北报道。